你覺得紅色的女生有咩特徵？你是幾年的？你身高幾多？你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？一年不購物和一年不碰男人，你會選擇哪一個？一年不要男人。你怎麼判斷男生對你是不是真心的？可以問他，我的，我不是否另外的嗎？你覺得男生是身高重要還是顏值重要？身高。你覺得紅色的女生有什麼特徵？分手之後，你希望前任過得比你好嗎？我想我比他過得好一點。